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是吗？那一只？打他。现在应该都在另外一边。得过去另外一边清，剩下最后一只交给你了。两只，好，我相信你可以的，看能不能赶上。希望能够赶上。操作成功。你们在哪里啊？我在底下。你们该不会还在刚才那？没有没有，我已经过来了。熊还在那一边，因为还有敌人没有杀掉。哎，我好疼哦！现在确保区域安全就是打了，没有扫描真的是很难找到敌人的位置。上面敌很多，鉴于你们，谁在我鉴于他的时候打我？我没有骂出手。哎呦，我快没子弹了。对，只能等我的年代恢复了。滚球先去一个。年代。哎呦！觉得刚刚连弹丢的不够好，没有造成哦，没有造成足够多的。快点现身呐！糟糕，他上来了，我卡住。我的轻机枪，走开！在哪里？杀掉他！我靠！上啊，小地雷！不小地雷了，那我又不小心把它弄掉了吗？啊，死了！有一批哦，还有一批哦。没有，可能还有很多皮。站起来！熊狙击手优先解决啊！左边。锯子。哎，目标失败。啊！被炸掉了。这关太难了，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嗯，等我一下。那我就只要关滤器打就好。
Oh shit!把敌人追他！把敌人追他！在哪？附近都是人呢、欸，我赶回炸伤。Not to hurry, but if you want to stay not dead, I really think about hitting those safety valves.哇，这么多只、啊，都在你那边啊，一整群的。快洗死吧！死了死了，还有一只，把它干掉。那边会出坏啊、哦！下面还有，比较多字的地方、啊，省先省着，不要用。等年弹，等一下门开的时候来给他们造成大量伤害。在哪？在哪里啊？哇，没反应。他不在下面。有啊，就是啊。我的地雷怎么没有去？小心的了啊、哦！给我炸掉！我已经很努力了，一颗连弹炸掉他们大部分了的装甲。对呀、啊，可爱的小滚球。我好像有人冲到我这边来，上面个榴弹兵。时间只剩下三分钟了。把这三分钟给打完。前面，更多。
飞吗？好像有点混乱。啊！哦哦。大攻击啊！快啊，林蛋！趁机把他们击退。仇恨都跑掉了，我就开打吧。哎，有人在打我，快帮我打一下！那你要不要不听话哦？是吧？我没有炸弹的哦。哦，剩一分，剩两分钟，赶快，赶快！到哪里啊？下面。耶！清完了。我在逃走了。耶、yeah, ，过了。都没有掉钟，大的王没到吧？还没到王啊！逃生的区域，现在才到王。我没有子弹枪。这里最讨厌了，很多人。不会啊，这里有线，但是很多。有线很多人，闪避来哟！闪避后面，你后面，你后面啊！哎呦！我以为不是在讲我耶，很开心的继续打。好多东西在喷哦。来了！有一只往右边跑了。心你怎么爬上去的？绿皮人来了，红方也来了。你怎么冒出来？来来，哎呦，卡在那。又是一个后雕。去死！怎么了？好，这边来，快没血了。现在状况危急，希望不要死掉。还好仇恨都不在我这。被电到，把他杀死。发现我轻机枪好像变准了。啊！不要不要！哦，不要不要！注意，等一下要撤回另外一边，不然……哎呀！啊！乖乖，这一边会出王，行吧？你待在那个地方会出王。哇，有一只找你了，我先帮你把它干掉。我先看能不能爬到隐秘的角落。
我去叫熊，熊好像被缠上了。没事没事，我抓他了。啊，那我就不去了。哦，我的炸弹要留来对付等一下的我。还有一个黄色的，还有后面一只而已。你排过来，我去弄。哇嘞，后面又来了，对。啊！五个子弹，准备打完了，应该是三波吧。这一罐的网也没有什么厉害，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我之前打的时候，狙击一直狙就而已啊。我已经清不掉他。还没来吗？没有，说黄色的、啊，让我抓你。没有，王比较黄，而且会有名字。来，还有平台不用。那个金色的，再帮你去掉它。哎，什么？是不是有一个？哪里？右边。哦，一下。我爬到掩体里面，你再救我。炸死他！炸死他！他没有炸到哎。打不太到，这边伤害物太多了。伤害物这太多了，我们得想个对策。现在攻击都被我炸爆了。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就被这边这次打爆了。你来了吗？我爬到你旁边啊。应该是打我了。有一只就是了，那只网没有很强，把它打死就好了。才怪！结果很强吗？啊！金发，你找我！我还在网旁边找啊，怎么救你啊？我要冲过来了。他目标是我。好，你去救星吧，我落在旁边，你还不赶快救？我在暗里。他的目标是我，你去救。等到我技能满后就他就完蛋了。他我觉得我要跟你轮流拉他仇恨。仇恨什么的？就是三角形啊，被锁了就退，然后换另外一个人打。去死去死去死！哦哦哦哦！耶！三个时刻，最后一颗小地雷没有发挥作用了。为什么没有掉军装啊？因为还没三等。耶！Wow, nothing's exploded.
啊，这边有蓝装枪哦。陶板手套而已。陶板枪套。他俩不瞄住。嗯，这样我应该还换掉我这把，一样都是 M60，比较高等的一定比较强。You can't do this. You'll take out the power for the whole city. Only gonna do it if we have to. If our place in the city is not respected. Cause if we don't get a place, then my people will make sure nobody's got a place. And until then, we gonna live. I'm headed back to Lex. Keep this place warm for me. This right here is the money shot, agent.Your call. What he's getting at is that we've intercepted some audio from one of our esteemed colleagues. He'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We've got to hunt him down. 好吧。看一下新的这个资料。I don't get it. You think there's maybe enough virus going around right now? It's all about the leverage. If I've got my hands on the dollar flu starter kit, this green poison that someone cooked up, then certain people are going to be a lot more reluctant to take a run at me.A gun's a lot better for self-defense than a weaponized virus. Stop thinking small. Start thinking possibilities. There's no medical infrastructure anymore. It's the Wild West out there, but less civilized. Being able to turn certain death loose at any time I want puts me in a powerful position. And controlling the core ingredients for a vaccine, that's useful too. So you might kill even more people. Who's gonna notice?It's not the killing, it's the threat of being able to kill. And giving them the hope they might be saved. The way things are breaking down out there, all these different groups carving their own territories out of what used to be civilization, it only makes sense to have an ace in the hole. 可是这个家伙他是在想要做什么？好像他都没有讲到他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占领整个纽约吗？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